您姐都不喝？都不喝。我得整着凉。一会儿给加个菜的人三名。加凉加凉。你到点不到？吃呗，那去看客人，兄弟们吃。第一道菜。啥菜啊？芥末茶籽儿，呀，带猪肉味儿，尝尝吗？我这看哪儿？我这来。俺们老二都不是，杨老二老大。嗯，俺就说是那肉香的钱上。肉，什么口感这个是他的纳猪肉，今天好弄的蒸酥肉，昨天那个大酥肉，昨天那个昨天。没热，昨天跟谁搁一块儿的？你几个过来长这样？这蘸着这个，它不腻。哎呀，哎呀！来一口，蘸着这个汤太好了。再来一块儿，再来一块儿。嘿，好嘞！哎，刘大姐来了。慢慢来，肉不少，麻辣酱牛肉，呀呀呀！尝尝牛肉，牛肉拌的，看着都些筋道。凉拌猪头肉，凉拌猪肉，黄瓜猪头肉。嗯，你的最爱。光吃肉也不中，还弄点素了。啊，对。你吃那个好了，光吃。呀，光个鱼头酒。鱼头酒，你得喝个。你喝。我喝个鱼尾巴酒。那说三人了还照来，热穿了都太热了。蒸了排骨。那个糊涂丸子尝尝。现在饲料这都是自己一手挪出来的一个一个的。少，不少。我看那亮银了。这啥？花椰汤。羊肉汤。羊肉汤。今天都听见这个羊肉汤好不好？前两天不忙着，我打电话来，他爹，他爹都说好点好了，是吧？来吧，我弄几个菜儿。菜都是，多出一万的。嗯，好着嘞。用这普通的洗，这普通的洗比俺那边那弄了好多，味儿咋样？味儿咱都错了这个十来多公里，这相差真远啊！你说味儿咋样？味儿味儿不孬，真不孬啊！你尝尝丸子吧，尝，好着嘞。不葱花，挂鸡汤，四个汤，十个菜。挂鸡汤这是吧？嗯。来吃挂鸡汤，那个。胡同口的是吧？好着嘞，挂鸡汤不孬，昨天又喝着吃。中。下午还得送水去了。哎呀，这丸子汤是个吃呀，老头儿，味道真是一绝啊！厨师辛辛苦苦做好了，那会得吃完它，不能浪费。老哥，老哥，哥呀。老北京这样的，哥，